嗨，希瑞，听首新歌。这是一首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元素的歌曲。加藤米利亚与吉田兄弟的这场梦彻底醒来前，吉田兄弟曾多次到中国表演，将三味弦绚丽的音色配合摇滚、流行、蓝调等音乐元素完美的重新结合，他们的音乐风格也获得了不少咱们中国乐迷的欢迎。这次加藤米利亚与吉田兄弟共同合作，是为动漫《纯白之音》进行的配乐。在这次合作里，三位艺术家都表示十分开心。加藤米利亚说道，如果没有金青三味线的音色，这首歌曲是无法创作出来的，非常感谢这次和吉田兄弟的合作。歌曲里最出彩的部分就是加藤米利亚 rap 的部分，配上吉田兄弟快节奏的三味弦表演，营造出的紧张感更好地诠释了想要挣脱命运的枷锁，但却又身不由己被命运所摆布的复杂感情。编曲方面延续了吉田兄弟一贯的风格，将三味弦与小提琴、钢琴完美结合，搭配上节奏与 Blues 的经典节拍，实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融合。我是速报君，我是希瑞。希瑞和我每天都会听一首最新的 J-pop 歌曲。希瑞，咱们明天继续，拜了拜，拜了拜。